不过我听说共产党的规矩贼多，你说咱要的这些好处人家能给咱吗？讲规矩多的人都好名，咱们图什么呀？啊，不图面子咱们就图里子，只要做到底下有兵，手上有枪，兜里有钱，锅里有粮，咱们就是这个。干啥呢？怎么给自己套上了？接着套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他们告诉我，司令，你也别太揪心了，不就是耳朵吗？这不还有半边吗？哎，这都是报应啊！以前我没少给人去手去脚，现如今也轮到我给人去这耳朵了。小平，你可真能耐呀！过去都是你给别人瞧病，现在自己给自己瞧吧。你给我等着啊！你千万别受伤，别落我手里。哎，不可能，我可是专门练了躲子弹的功夫。二十五号战士，这个你得当心呐。你别叫我二十五号，我是二十八号。你俩稍等一会儿，我自己去一趟。司令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侯继峰的小子啊，不，他现在叫侯孝天了，他等着弄死你呢。你再说一遍，他叫什么？侯孝天，他还哮天犬呢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谭谭，松松，别跟我提你那心爱的马桶。万一我要是失败了，你还可以倒戈，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是不是？去他娘的！这小子我认识他，我也了解他，鬼得很，拎得清，你放心吧。可是你不能一个人去啊，你总得带个人吧？大川你也不带？大川在哈尔滨呢。有其他任务要执行，他想弄死我，多带一个人就有用啊！这小子我太了解他了，什么都不讲，江湖道义都不讲，他就讲个狠。讲狠，他有奶就是娘。错了，他不认任何人当娘。哎，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你看我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让我看一眼，我就看一眼，成不？叫金条吗？你瞅你都流哈喇子，你小子修成裤衩了，你见过吗你？司令，你这都画完了，到时候拿什么给天黑呀？唐朝有一个诗人叫李白，他写过一句诗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哦，啥意思啊？凭啥又不让咱去啊？咱俩不是司令警员吗？司令乃关云长，单刀赴会。那不还带了周仓吗？周仓是给他扛刀的，关公压根儿也没指望他。哦，哎，你啥意思啊？要想做大事儿，必须要从小事儿做起。二十五号战士，啊？哎。你又让我洗衣服是不是啊？这次不是洗衣服，你的任务呢是腌野菜，去吧，二十五号战士。我是二十八号。行，那咱俩都是警卫员，那你的小事是什么呀？那不能告诉你呀，你岁数小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小屁孩，不是，你信不信我踢你屁股？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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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请杨洪光。
宋元强，个瘪犊子啊！咋是你啊？宋元强就是阳光，你别傻了吧唧的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讲啊，他就是宋元强，他不是阳光。我之前还一直寻思呢，这阎无光我不认识啊，咋来个阳光突然来找我呢？最后杀出来个李鬼。那你到底是侯继福还是侯啸天啊？我之前叫侯继福，现在叫侯啸天，他就是宋烟桥。我之前就叫严红光，认识你的时候正好化名做宋烟桥，现在为了打鬼子又叫回严红光了。听明白了以后别叫错了。这宋烟桥就是宋烟桥，几年不见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来人，割他两个耳朵，再给我两块。严红光有见面礼呈上。多少？三四十吧。严红光，今天你的见面礼我就收下了，就当你之前还我的人情，以后跟着我干。理由？你以前见着我的时候，正好走背字儿，什么也给不了你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身后有千军万马，你只赚不赔。那个，你有多少人呢？拉出来瞅瞅啊！这事儿不需要你关心，我来就是认个门，送份礼。话多了不尿性，爽快撂句话。生气！你媳妇儿这枪法不错呀，配得上你这半吊子的兄弟。可惜啊，你这枪的膛线该换了。本来你瞄的是我这帽子，打到了却是那儿。本事再大，没有好的家伙事儿也是白搭。媳妇儿，我跟这个严红光单独唠唠。别怂啊！老话说得好，口出狂言必是狂财。有便宜，咱哪有不占的？请，请。马不错，喜欢送你呗。别，没事别在这儿献殷勤啊，非奸即盗吧你。你看我像奸还是像盗啊？蒙别人还行，我多聪明啊。说吧，从头到尾为啥一直要冒充阎红光？没打算蒙你，抗日呗。哼，你们呀，没几个人和枪，要是有了人和枪，早都跟着抗联了。图个啥？少年穷，懂吗？那就是做生意呗，谈呗。四十根金条已经给你送过去了，月不还，没让你还。不想知道从哪儿来的，这还用想吗？坑蒙拐骗样样在行，你说吧，又从哪家大小姐家里边骗的？今年日本鬼子打你翻天酒主封多少次了？打你媳妇的娘子封多少次了？我问你侯耀天，你娶姨娘真的是那么稀罕的吗？都是大老爷们的，有些话说开了伤面子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没错，老子是吃了几次败仗，但是小鬼子要把我们全部歼灭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你以为姨娘只是稀罕我才愿意嫁给我吗？话既然都说明白了，咱都得活下去，活着才能干大事儿。就算干不成大事儿，咱还是得活着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打住吧，我就怕跟你们聊你们带事儿那一套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俩就算是同盟了。好，那就谈生意吧。事成之后怎么分账，你拿个主意。等赚了再说。我不相信你，但是你可以相信我。以后不管你是严红光还是宋烟桥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但在别人面前，我就当你是宋烟，不对，严红光。收到这个虎符的时候，生意就上门了。说吧，你给多少人给了这玩意儿？都是有能耐活下来的人。整个黑白无常，你咋不整个阎王呢你？抗日，我严红光就是这颗星，照着你。当汉奸，黑无常来索你命。我喜欢白色的，
能改善白事儿吗？不能。睡了，跟鬼去唠嗑啊？手里什么呀？啥也没啊。阴鬼！我就说嘛，一进这房间我就闻到一股味儿。我爹在世的时候就抽这玩意儿落了一身的病。嫁给你这才几天啊，答应我的三件事忘了两件。怎么就两件了呢？今天晚上跟你磨破嘴皮子你还没懂啊？那燕红光我已经应了他了，到最后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呢？你抽，你再抽，我看别说是燕红光，谁给你块烟膏子你就给谁跪下了，算什么老爷们儿啊？说话跟放屁一样，放屁还不响声呢，你呢？不是你这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，你说，你叫我怎么说？我看呀，要不你明天赶紧给我滚蛋，咱们各过各的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那要不然你打我吧？你这下跪磕头、诅咒发誓的，你最好这东西跟你那些姨太太玩去，别在我这丢人现眼的。哎，媳妇儿，来，媳妇儿。放开了手，我是真的。出，我是真的。我还不舍得打呢。我就知道我媳妇心疼我，哪舍得打我？用力啊！我的天哪，咱姑爷还好这一口啊！你虎啊！这明显是咱大当家的好这一口。干啥去啊？出去伸伸腿儿。兄弟们都睡了，在屋里抽吧。算了，我不抽了。真听话。哎，老侯，要是让你杀了严红光，鬼子才让你活下来，你咋办？杀呗。越来越熟练了嘛，哎，我还是觉得你严红光那时打扮给劲儿。我让你查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有眉目吗？有些眉目了，但没把握。你再给我三天。慢工出细活，查仔细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书记跟老冯那两口子最近老打听你。怀疑了吗？那倒没有，谁会想到你就是严红光？书记也许想过，但他没问过我。就算他知道又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会保密的。在东北待久了，原则都忘了。是，无需知道原则。知道人越少，风险就会越小。这种风险不只是对你我，而是对所有的知情人。时间不早了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回家了，别在派出所转悠。我知道，我有东西给你。毛衣。
消息是？没有消息，就是天凉了。我看你穿的太单薄了，你看看喜欢吗？严肃地批评你，舒杰同志，是不是又忘了交联纪律？和消息无关的东西能随便碰吗？我昨天发了薪水，那你是我的头，我买件衣服怎么了？你应该交给总制。我已经交过党费了，而且还交两份。是。那我剩下的钱，我也想交给总制，可是你们不让。再说我现在掩护身份，每天花钱如流水，买的都是没用的东西，我心疼。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总之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，他行为我也不能接受。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给你带来危险？不允许你有任何危险。接不接受随你，反正我告诉你，这个毛衣是男士的，我拿回去一样危险，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好嘞，小慧。啊，我带丁康同志去趟学委，跟负责人见个面，谈些事情。行，去吧，注意组织纪律啊。好嘞。哎，小丁。啊。我刚刚看你这铺盖挺薄的，晚上睡觉冷不冷？不冷。姐给你加上铺盖吧。真不必，我身体特别好，谢谢姐。我跟你说啊，干革命工作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革命。记住了吗？放心吧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好了，别老是一套一套的。小丁，啊，走吧，走。行，那你们去。姐们，你把这衣服你整理一下啊。谢谢姐。没事，去吧。啊。简直就是小流氓，太过分了。算了，你就当他是一个小孩子吧。你说什么？这画上画的是谁？看起来和我长得有点像。这是一个裸体的舒杰同志，我批评他。不，我得开除他。文慧姐，居委会同志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也有不对的地方，这毕竟是他的私人物品，你不应该偷看，我更不应该拿出来。那我还不是替你想，替他想。他现在可是一个预备团员，对于组织来说，一名革命战士没有绝对的私人物品。我有什么错吗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。我坐下消消气。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，你信我吗？我是信得过你，可你看这画，还有这个日记，你自己读读。我不读，我也不看。你从哪拿出来的呀？他铺盖底下。那慧姐，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过好吗？你答应我。见过学委的人了，嗯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看你读过高中，怎么没上大学啊？
读那个没什么用，出来就找工作呗。你呢？你读大学了吗？我上的是职业学校，学的是机械。我一点都不喜欢机械，我喜欢画画。你会画画吗？小时候画过，但没那天赋，画得特别难看，后来就不画了。是吗？我今天啊，跟学委的人见完面，心里边充满了斗志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是说，以前上学的时候。干嘛问这个？那你是我发展的人，总得对你有些了解吧？是。没关系，你现在不想说，以后说也行。姐是过来人，就想跟你分享一些经验，也许以后你会遇到喜欢的人就有用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误会，以为自己喜欢一个人。你说的是老宋吧？不许瞎打听。我就随口一问。随口问也不行，记住了吗？遵命。爱情这个东西吧，有的时候，你以为你喜欢一个人，觉得自己整个世界都是他，为他疯狂，为他忘记自己。总有一天，世界坍塌了，这感觉真的糟透了。既爱错过人，所以我不希望你也犯同样的错误。我又没有喜欢的人，之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以后你会懂的。我送你一句话。红尘总有多情者。无效痴情太痴狂。无奈痴情终成空。慢慢体会吧。一点都不喜欢机械，我喜欢画画。你会画画吗？可惜啊，你要学会珍惜自己的东西。没价值，没意义。哎，对于革命而言，任何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。
朋友干什么呀？省电。那你把油灯给我点起来。现在煤油也一天一个价，至于吗？40根金条白送给侯耀先，过几天还要还天黑利息，我至于？有月光我看得见，蜡烛也得费钱啊。你至于吗？我当然至于了，有钱买烧酒，没钱交电费是吗？我这是累的，我晚上兴奋的睡不着，我喝美了，明天好接着帮你去探成斌的底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找陈斌的？不着急呢，他现在还不够孤独。他跟侯小天还有天黑不一样，这个人不好打交道。我觉得那两个也都不是善茬。善茬我也不找啊。哎，这陈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一点门道都摸不着？狐狸做起乱来，野狼爱吃人。那到底是狐狸还是狼？杂交。哥，你得整两口。我不喝酒，喝完酒我跟鬼一样。我靠！金二哥，你赶紧想，你还想要啥？干完这票之后，哥再给你弄。金二哥。像告诉先生们，15分钟之后出发，所有人都按你组船。真像小时候，小时候你就是这样帮我弄的。那时候谁欺负我，都是哥你替我出头的。现在谁欺负你，我就把你杀了的。哥，嗯，做完这一票，你能不能回家看看妈？啊，那是咱妈呀，哥，你得去看看她。大头你，你应该回去的。时间到了，出发！出发！军部有令，11:30，松岗中队来接收物资，全体注意警戒。嗨！call Q call Q call Q， 松田中队长，这是物资清单，请验收。作战情报科的官僚大人们真是麻烦，为什么一句口令还要三个词呢？提防奸细，这三个词连读发音也很困难，外国人学不像。官僚是一帮奇怪的人。我在满洲里给你们带了一些清酒，来慰问你们的部队，请你们集合。多谢阁下。
兄弟们，你们的父母就是我陈斌的父母，不能揍他，就安心的去吧。我陈斌会替你们照顾他们的。哥，哥，以后只能你去看咱妈了。别杀我，我还能走。干什么去？我去找王杰会。不因为那帮小兔崽子，小豆子跟人打架被治安股抓去了，咱们不赶紧交保费，八成得被警察打死。你看咱现在这光景，这钱也不够啊。居委会他们也没钱啊，别去了。还需要多少钱？8块。把这拿去当了吧，这不行，这是舒杰送你的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什么事儿重要啊？去，去啊！我没到啊，到了。把自己毛衣当了，我话现在不好使了，是不是？舒杰送你的毛衣你不能当。穿我的。我不要。当了8块5。这也还剩5毛，晚上弄点吃的。行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卖冰棍嘞，好吃的冰棍嘞，卖冰棍嘞。哎，先生，你要来根冰棍吗？看看，有老冰棍，也有奶油的。您看看，您喜欢哪种？菜里边没挨打吧？没事，多亏四二哥。哎呀，啊，给。我今天没钱给你啊。没事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你不是汪洋大盗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哪有你这么穷的汪洋大盗？以后怎么打算？我要跟你混，总不能这么混一辈子。我说以后，我这号人没那么想以后。长大了，说话都变味了。我本来就不想，是你以为我想。以后送你上学去吧。这年头上啥学啊？能上炕就够了。会有那一天的。天冷了，回去过夜点。哎，先生，再买啊。哎。卖冰棍嘞！谢谢。奥会，奥会，看到了！严红光怎么让你给我传信的？他通过李渡将军从前的部下，费了好大劲找到我，要我找你。严红光怎么知道我？他让你找谁？宋延强。是，他不只知道你，他还知道很多关于你的情况。
你见过他吗？没有，他用的是摩尔斯码，连同密码母本一起寄过来，是本欧洲的情色小说，路子够邪的。我也曾经怀疑过，但想了想，总觉得不是敌人的诡计。你要见他吗？见面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都有谁在场？今晚11:30，火车站进站口，你和他单独见。连你都不让参加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找他还是他找我？迟到了一分钟，不就一分钟吗？迟到本身就是一种危险，好久不见，找疯子。明知道我不喝酒，故意拿这玩意儿当街头暗号，膈应我。这不也喝上了吗？闻闻，才不出来，我里边装的是水吧？别整那假模假式的，来尝尝我这个。 赵疯子请我，还是严红光请我？都是我的。我现在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人被开除了党籍，心里不服气，所以就决定一个人单干，冒充传说当中的严红光，在沈阳法院外用酒吧式狙击枪干死了两个日本警察。挺能编的你，你怎么不去写戏文呢？根本就没编，因为咱俩都是戏里的角色。 你这故事不好啊，再说一个。没别的了，也改不了。到底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也有故事啊，比你这个简单。可能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。这也是我最好的故事，我也不改。个瘪犊子，不怕把胃烧穿了。哎。 现在有个瘪犊子，他冒充我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你本身就是个厉鬼，多几个冒充你的算什么呀？我第三次再问你，到底找我干什么？干天眼。